在很喜欢，就是晚上的时候，然后你开车带他去过桥。被那个真德树哦，伊当个阿婆对哦，就因载伊出去哦，就行个载桥。尤其桥是晚上比较漂亮的，就不该就主动就几条桥哦，啊，不条冻浆。然后他就很喜欢竹林大桥，竹林大桥，然后你就开车带他去。哇，你来去上海出门的时候，你怎么讲？竹林大桥，竹林大桥，啊，下给你坐竹林。然后过一座桥，他还不能满足，他就过那座桥，就说中正大桥。哎，过了竹林大桥，我说了一个中正大桥。然后你要从如果对地理有位置。有清楚的就知道要从竹林大桥到中正大桥，那个尤其晚上会有一段就是很黑的路，然后又会有岔路。哎，对哦，该竹林大桥很多，叫做中正大桥，反正就是咱们往东东，它就混岔路。可是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晚上走那边对我来讲有一点挑战。就刚刚讲，哎，外地来到呀，所以对，当排的挑战。所以我那一天带着他说，我也带着不是很确信的那个方向感，然后我就带他过了竹林大桥，要往中正大桥的路上，我就有点不知道是要例如说到这个路口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啊，我是要往这边吗？所以这个竹林桥过去为中正桥一些，如果我发现的爱往东地方，会左边进边地方来行。然后很奇妙的，就会有一部车往我的这个方向，然后开过去，然后打个方向灯就转过去。哎，还拐弯弯拐，啊，你用拐三的钱，哎，是，给我自己推车，我还得过瘾，就是打方向灯，我喊慢点。然后我心里想说，对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哎，那是不错，哎，可能是的，还了解了。然后到了下一个路口的时候，我想说，主啊，是那边吗？我还在路还会些，哎呦。又念不出来，我来哪边了？然后改变吗？真的突然就又有另外一部车，然后就从旁边，然后打个方向灯往那里走。有，所以有推车我们是得过，有大概放右灯，还是有点遗憾。然后最后到了那个二重埔的那个路口，好几个路口要出去，我心里就想说，我要到哪个路口才能到那个竹东区？啊，过了个中心桥哦，过得危险，哇，三十。两三只茶路条啊，他说那多大用买难度的，很错，全都做到。快速道路有一个路口才能够去。啊，就像快速道路的路口，你很像有一点。我那时候又慌了。那是不干不散的。主啊，是哪一条路口？是那一个吗？哦，多大用买脏啊？那劳动路条，很快的就有铃木车，然后就往那地方开去。他没有方向灯，可是路口都没有车，就只有那一部车，他就往那个方向开去。哦，他就推车，哦，推车没打嘛，对，就是直接平摊，还是靠个是焊，就是错的条。我心里想，对，应该是那里吧。还是就是说，可能是那条条。然后开过去，真的就是要上那个快速道路。你看到有没有老是看到哎，快速道路的？我就觉得我知道怎么回家了。他看到我这地方，地转的路嘞。我心里面就真的很感谢主。爱心观动感的。我没有经历过。哎，我不懂爱用的事。就是会有车子，然后突然在我想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就是让我更确认是往哪一个方向去。那不然从那推车的时候，那我们土嘛应该错的，你说你。我就真的是非常的很深的经历到，上帝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。啊，那是动心的感觉到，动作训练去动下那里每一个人。连这种我要往哪个方向去的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，他都听我的祷告。大家不多，那小的事情，那信徒冲击了一些，一时坦白激动。所以我就觉得比尔·乔治牧师他就说，上帝是很爱人的。啊，是。但比尔·乔治牧师讲的比较好，心的动向呢？而且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良善。非常非常非常的良善。只是他很无罪。总而言之，动脑子。他用恨恶来形容他对罪的讨厌。啊，对罪是很动脑，用动脑来形容。但是他对人又非常的爱。所以对那些人啊，动下来。我就觉得我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我真的很能够感受到他的爱。还想试试哦，还是决定渐渐体会到一个啥？所以我要跟罪说 no。啊，老公，所以讲 no。所以在选择的时候，我要更多的祷告。啊。
先知，就是咧来回当年轻的基督。不要跟罪 say yes。莫闹随王 yes。我要让我自己变成一个他很爱很爱的那个。爱本心啊，动死下爱爱做呀做呢？因为他连这么小的事都这么爱我。那你爱谁的事情，你是怎么爱的？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他？啊，你莫讲理由，莫会叛逆，莫会失去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